是被苏哈的。于师傅，心兰，我可以做的只有这些啫。于师傅，你不要这样说，你已经对我很好了。如果将来有一天我真的能够见到无缺，我一定会告诉他知，是你救了我们两母子，我们一家人这一世都不会忘记你的大恩大德。心兰，以前我心里面只有无缺和大师父，不过现在就多了你了，真的好像一家人的感觉，好像我们这一种人杀人无数，不会有好结果的。在我有生之年，让我为你做多些事了。你师父，你师父，心兰，我们的仔他已经开始懂得踢我了，无缺，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不会离开你的。我知道你一直在查着你父母的身世，是为了找到一种有亲人的感觉，但是当你经历千辛万苦找到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的时候，他就离你而去，这个事实真的令人很难接受。所以如果你想落山崖找他的话，你就去吧，燕大侠由我来照顾。人跌咗落去一定会粉身碎骨的，你仲点揾？就算剩翻一块骨头，我都要执佢翻嚟，帮佢好好安葬。佢生而无家，唔通死咗仲要做只孤魂野鬼吗？算系我做哥哥的为佢做最后一件事。